两三层楼的高度，让体验攀树的小朋友是感到既刺激又好玩。竹山镇明善学员为弱势学生办理的暑期生态夏令营，日前是来到竹山国小校园，让孩子们体验康乐攀树。有点恐怖，恐惧感，然后就是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感，突然间感觉有点脚没力了，然后到上面后。 就有点觉得开心，爬上去的时候，会可以从一个很高的地方看下面。第一次爬，没有玩过那么刺激的东西，感觉好像突破了以前的自己。我觉得爬树很好玩，在树上看到下面的人，感觉。 人会很小。康乐攀树不仅是休闲玩乐，更可以亲近树林，观察树冠群及了解大自然生态的生命与价值。像以康乐攀树来说，引进台湾也非常多年了，像这样子的技术大概是可能有10年之久。对，不过康乐攀树在近几年这3-4年就是越来越热门。那康乐攀树到底对一般的民众或者是小孩子有什么帮助呢？其实这个在国外也常常是一个环境教育的一种方式。 让就是说，一般的民众或者是小朋友、学生，那可以用攀树的方式接近树。那除了可以了解说，到底树是不是真的只是单独存在那边没有生命力，还是说其实你爬树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树的律动？对，那其实这也是很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去体验到生命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方式。透过攀树学同处亲近大自然，更能增进肢体协调，培养勇气、毅力、自信与自我挑战，这也是学员特别安排此项活动的用意。 那这一次的夏令营是生态夏令营，我们一共有5天，这是今天的第4天。孩子曾经有做过这种体验，所以他们非常喜欢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再请台大实验营的工作人员协助我们在办理这一次的活动。这个活动可能比较刺激了，那孩子一开始会害怕，那我们还是希望借由不同的活动方式来增加他们的自信心。 明善学员夏令营不仅丰富了镇内弱势孩童的暑期，也借活动使他们突破自我。议长何胜峰是相当肯定，也期许往后能陆续办理。民意选手新移竹山采访报道。很好，对，很好，棒掉。对，你又上去了。